拖人家，拖完以后钱大了，男人富了，跟人换的是吧？威胁人家拿刀捅死人家，你爸呀？不是这个是是个差的，我就又过几刀再换，照不换也没事儿。我跑掉，拿过来，过了，拿着，拿上来。为什么要偷人家的？我没钱，当时我没钱。偷完以后钱大了，男人过来跟人换的是吧？是不是？嗯、就是扇人嘴巴子没？两个人叫话的那人吵，当我就和上去打能结婚，我没经见过这种事。没经见过这种事儿，以前偷的是别人逮住是吧？就是，这回让人逮住了，还跟人拧不来。说是这个是个四个差的，我就又过去个再换，这不换也没事儿了，越过了。